加油进啊！没有错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10月26号，什么日子？投票日。投票日没有错。我在此代表我们哈佛工作室跟大家宣布，其实今年的选战我们有投入啊！我们这一次推举了我们一个非常厉害的候选人，优秀的候选人，参与了桃园市芦竹区南新里的里长，掌声！掌声！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要促进大家重视我们的政治，投入我们的政治，参与我们的政治。没错，不是我选，你不要搞，不是我选，等一下你要选一样。这个企划的目的啊，我想是要唤起大家重视政治。没错，蛮多年轻人都很无感的。不要以为政治跟你无关啊，不要觉得很远，很近啊。而且我们这个选举文化在台湾啊，非常的珍贵，非常的棒。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参选。我们这一次啊，算是一个社会实验啊。没错。我们要看看大家到底有没有认真在看这些候选人们提出的政见。嗯，是的。你会看吗？不会。这个民主素养低落啊！你会不会看？你会看民主公报？我会翻，但是不一定会看政见。这一次哦，我们就这样搞。我们推举个候选人来选里长，对，然后呢政见呢，给他天马行空的乱开支票，可能达得到，可能达不到，你要选民自己去判断，然后看大家是不是会看这些选举公报。我们现在时间日期啊，8月20号而已，8月20号，我们在距离选战100天的时候正式来宣布，来，我们邀请我们这一位，我们全部哈佛工作室所推举出来最适任的选举人选，来，我们欢迎红妈嘉玲来了。红妈，你知道我们要干嘛吗？你被整个哈佛办公室推派出来要去选举，真的。我要推举你参加我们桃园市芦竹区南新里的里长，今年的候选人。不可能，来不及了。来得及啊，我们8月25号才要领表跟登记。我们会帮你报名。还有5天，我们已经都查好了，要帮你报名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浩浩荡荡一群人啊，今日要来给 Amy 妈妈登记送件啊，参选啦！ Amy 妈妈，我没有在开玩笑啊，好不好？桃园市第3届里长选举，我们的资料全部都备妥了，对啊，包括户籍誊本、毕业证书，刚才登记前还去补发身份证，对，Amy 妈妈神经再大条一点没关系啊，重要是。热腾腾，好不好？5万块，现金5万块，只要5万块，人人都可以参选呢。我们政见写的洋洋洒洒啊，我们就要实验看看，到底选举公报出来之后，大家到底有没有在看我们政见在写什么？你们男性里算是竞争很激烈，通常一个老里长嘛，然后都有第二个候选人会出来想把他干掉，非常的激烈竞争，这样黑马第三势力。代表第三势力要出来竞争了，加油啦，宋健，加油！Amy 妈妈。真的要来登记了哦，好不好？请进。哇塞！认真哦。好紧张，好可怕。哎，签完名拿到一张。我要带。啊，你也要带是吗？谢谢。谢谢。哇，你是什么？陪同人员。这里。陪同人员。跟你一样。对啊，跟你一样啊。我们说 ，Amy 妈妈。Amy 妈妈。奶奶说豆蒜。豆蒜。Go! 侃侃蔡依林小猫 ，A.K.A. 舞狮舞兔的 Amy，YouTube 迅速窜红的 Amy 妈妈，
害羞吗 ？AKA 水蜜桃口味。交完10000块。对。上就完成。完成。安心嘉玲，守护嘉玲，睡啦。我觉得应该查验最久是这个大头照，不是嘛？你拍这个照片，睡。狼刚才只立，最后就缴了50000块，然后这个收据啦。收据反正你知道票数有到就会退嘛，对，那时候就是带这一张啊，当选之后也会退嘛，会也会退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这张很重要，很重要很重要，下次要抽签就10月21号啦，哇，要抽签了，一个月后见了，要抽什么？要抽号码哦，哎，10月21好日子，10月21真的是好日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结婚纪念日啊，这天注定的嘛，是不是？不上都难。今仔日阮这个艾米妈妈黄嘉玲准当选人来抽考啊，来抽签啦！哇，准当选人！啊，不过我来看了别个候选人，哎，我来过嘉玲花会，很夸张，有点凶猛，20几、20个人哎，我们这样来干嘛？如果没有热衷于政治，可不太知道抽签会长是长什么样。会长什么样？会发生什么？很热闹嘞！等一下今天就不管抽到几号就喊出来。好，我们先练习一下啊。好，如果是一号的话喊什么？一马当先。二号，哦耶！来，洪嘉玲3号 ，OK， 我是 OK。那这里有4号哦，4号，如果抽出洪嘉玲4号，势在必得。特别请哈哈 baby 定制服啦，欢迎欢迎。洪嘉玲有没有？为什么选用桃红色？为什么？来，我们的里长，因为是水蜜桃口味。对。这卤还给打错，你们掉稿，卤还打错。南星嘉玲守护嘉玲啊，南星嘉玲守护嘉玲，谁想的那么会想？你看，我的总干事啦，总干事啊，你这总干事不便宜啊，不要自杀啦。够了够了，带大家看这个抽签会场长什么样子，走。要先报道，要先报道，好紧张哦！大家都带超多人，洪嘉玲呢？哎，这边，然后陪同的是做面 ，OK， 那先跟你们说明一下哦。第三梯次的抽签是因为按照礼别来，然后到南星里的时候，他会按你当初登记的先后顺序去抽签，会唱名。当唱名到您的名字的时候，再麻烦您上前到先红这边抽签。对 ，OK。111年桃园市第三届芦竹区里长选举第三梯次候选人抽签考试，抽签开始。等一下，不用说。登记。不用说。保持安静，保持安静。开始抽了，开始抽了。好紧张。南星里洪嘉玲3号，南星里洪嘉玲3号。Amy 妈妈，万事 OK。Amy 妈妈，万事 OK。好了，预估几票了？1000吧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先选年轻的，是吧？请问一下啊，之前你们公咱登记完了，就警察给我拍电话来，对，干嘛？说要访查之类的。访查？访查？担心你的安危？对还是担心你是不是不良分子？应该这样，因为你登记了，他就把你当成是准里长当选的，当选对，所以可能这要保护你的安危啊。然后说去你们家楼下巡逻，设立那个巡逻箱啊，那样设个巡逻箱，有设吗？
有吧？应该在左边的门口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对面就有人家竞选总部。哦，对对 对, 对, 对、哦，本来就有人。我们等选举公报出来啊。好。那个照片，你那个人照片好不好？杨家没有错，现在时间11月16号，距离我们的大选只剩下倒数10天了，你各位啊，抢救，抢救，抢救！怎么样？现在是外面啊，随便都在贴抢救。没错，最后10天了、啊、哦，最后10天，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的，来了，我们那时候写的政见选举公报出炉了。不知道，我在那边讲哦。这支影片出去之前，我们完全没有宣传过洪嘉玲要选里长，我们就是在做社会实验嘛。对对。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来，我们先讲，我们这个参选的目的，第一个除了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参选这个步骤是怎么样，去登记嘛，哦，后来去抽那个号码。那刚才有说这个政治啊，其实离我们不远。没错。啊，我们人人。嘉玲是一个平凡的妈妈。也可以参政，有看到没有？这是台湾民主可贵，当然参政。第二点是什么？我们来测试看看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在看选举公报？没错，果然不错，这个选举公报2天前才在网络上出来的，对。然后就传开了，我记得应该是在爆料公社出来的，对，就是李南星里的李明，洪嘉玲的名字上遍各大新闻，各大新闻媒体变热搜，各大媒体你每一台该上的都上了，没错。电视也上，然后那个电子也上。爸妈傻眼吧？我们爸妈以为我被诈骗了。第一波上，他不是说哦，因为蔡阿嘎的被照，没有，他就是哦什么正妹里长，然后他的政见。正妹里长。总统级政见被刊登。对对对。第二波就被漏勾出来，发现。原来是 AD 妈妈。我觉得很棒的是，我们的第二个目的达到了，大家有真的有在看政见。有在看政见，还是因为写的太好笑了。有人觉得好看啊，有人觉得好笑啊，有人觉得在闹啊，但有人觉得他想要支持哦，想要迁户口，对，想迁户口，你觉得引起讨论就是好事，对，没错，因为洪嘉玲这个新闻事件，绝对很多人回去会翻他们那个里的里长的那个选举公报，看他的里长到底有什么政见，有没有？里长是最接近我们的，没错，我们当时确诊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里长，对啊，里长他们做事很重要。第二个我们达成了，大家真的有看，没错，而且这些讨论。太棒了，太棒的公民教育。然后第三点，我觉得重点是来了，要教大家怎么看吗？没错，我要教大家怎么看政见，是不是要好难呢？我跟你讲，政见大家都会写啦，画大饼的很会啦，说要怎么解决内湖交通的啦，你说难不难呢？超难啊！我觉得嘉玲的政见，你邀约周杰伦来南崁拍 MV， 我觉得还不难。对，来，我们一一解释啊。好。嘉玲，你的政见写得真好，你的幕僚真的很厉害。这样，嘉玲是身为这个男心里的李明，对，他有一个两岁的孩子，所以他希望打造一个适合亲子，然后育婴，然后很健康、很棒的一个社区。然后他自己什么，静宜大学观光系，对啊，然后促进这个里的观光，多棒啊！他第一个是说招商迪士尼乐园、环球影城落脚男心里，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招商。招商，我有去，我有去招啊，但来不来是他决定，他评估啊。但我们有这个梦想啊，你有去招就好了。对啊。来第二个，你看到这个文字哦，我们是规划桃园大巨蛋，邀请美国大联盟职业球团来这边进行表演赛。规划。很多人市长真的哦，我规划捷运啊，规划轻轨啊，规划轻轨套飞。你看他卸任的有没有轻轨？还在规划。谁在画大饼？第三个来。争取桃园捷运南新站落脚在这边，争取啊！谁不想要我家前面就有捷运站？我也想啊，我们去争取看看啊。第四点，向中央提出我这边要设桃园机场的第4航厦，提出啊，提出啊。啊，中央你不有另外一回事？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在凹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政见都是这样在写，你要仔细看。来第五个，我们想要把南崁区整治成巴黎左岸，邀请周杰伦来拍音乐 MV， 这最没问题啊。邀请吗？对，邀请。邀请吗？啊，巴黎左岸见仁见智啊。对。哎，你那个设置不是哪一个市长说要变成曼哈顿的？阿顿。对不对？对。第六点，我们推动。男星里出生的新生儿0到18岁每胎领补助3万块，有什么问题？可以的。这个最多人在那边画大饼。第七个，全力推广随便好口味啤酒。我们自己喜欢喝啊，我觉得随便好口味很棒啊。可以。哎，你妈妈手册来，让妈妈放松啊，因为她自己过来人很放松很棒嘛。
你可以推广蜂蜜柠檬，我不能推广水蜜桃啤酒。第八个切身之痛啊，杜绝老公胡闹不履行，弄完弄，他要提案立法，提案立法，提案立法是立法委员的事吧？我们当那个你的立法委员提案，对，拜托你，我去提案一下。很多妈妈老婆这种困扰，老公不弄啊？哦，真的太……其实蛮多网友都留言说，真的，真的。第九个黎明中心，你开办公婆训练班，协助将这个老公的爸妈训练成不多的有礼貌，且跟得上时代，且尊重媳妇的好公婆。我看到这个很多人推，切身之痛。想上对。但我们是什么？你呀、啊，你预计的意思啊，你开办好不好？第十点，你补助，你补助小师新婚夫妇买房的基金，每户补助4000万，吸引大量人口移入。我们你嘛，你补助嘛，但我们怎么搞？你开赌场啊？有一个台北市议员就说阳明山啊，没有，还是市长，他说他也要补助啊，然后他在阳明山开赌场啊。对啊，那我们是你补助，对，我们预计可能要这么做的意思，我们会规划，但会不会过另外一回事，对对对，有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，妹妹嘎嘎都是你家孩子们，你懂吗？你上了一堂公民教育了吗？文字游戏啊，对不对？有多少政客就是在那边画大饼骗你的选票？我们看其他，像我们这次这个一号的里长，他说争取设立男心理的幼儿园，你看争取，看到，这跟我去争取迪士尼哪种不一样？搞不好他4年后他也盖不了啊。那这个4号，他就说他要增设交通安全设施，没有了，讲清楚啊。三角锥，我办了个三角锥，停不停车，哎，交通安全了，我增设了，对不对？看清楚证件，很多都有玩文字游戏啊。他如果做不到的，哦，或者有可能达不到，他就会争取啦。你呢？那些字眼有没有？就用这种模棱两可的字眼。这种就是什么能常用，有可能选上的人会用啊。为什么他会拿出来解释？对，他们可能会拿出来解释。越选不上的，他越写的越确定越好。比如说这个2号，我要设立日照中心，他直接讲我要设立。妹妹嘎嘎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在帮大家上了一堂非常棒的公民教育。哦，没错。这个社会实验非常的成功，掌声。谢谢我们 Amy 妈妈。全台湾可能多了1000万人在看他的那个你的里长证件到底提出了什么？因为有你，谢谢 Amy 妈妈。这么好的人才，能不让他当选吗？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当天投票日啊，投票日，我们去访问一下投完的目的。啊，大家放心，我们问过律师了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不能影响选票。我们没有影响选票，我们离远一点，不要拍到的时候让他再说。然后出来，我们访问他，哎，你有没有投我们嘉玲啊？他是因为看了他证件，他是有投还是没投？你有没有看证件？是啊，太棒了。但如果我们真的选上哦，我们可以创一个记录啊。我们以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关注来选上，这个学术研究就拿来写论文啊！你们觉得责任很重？对，突然觉得会大吗？4年呢？谁让大家真的叫我出来选总统怎么办？你在担心这个？你在担心你做太好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就不用看蔡英文脸色了。没错，欢迎你啦！天外啊！哎，而且我觉得里长厉害是什么？里长可以决定里内的社区大小。我要公民要怎样怎么办？我要办公办活动办。你看议员可能没有办法动到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棒的作品。好了，我们期待10天后见啦！10天后，集合！10天后，11月26号见啦！哎呀，里长你好呢，里长好哇！你还伸手？今天怎么样？预估几票？100票。我觉得两位数就了不起，很少，他们10点那边出外景。对啊，今天我们就要在街访，对自己有信心一点。他觉得自己会上。会啊，我啊，500、1000票有吗？没有，2000啊。我觉得100多吧。怎么可能少了？你觉得几票？250。250，你太看不起家里。雅妮觉得几票？400。他来换几票？有信心。666。哇，吉祥数字。今天天气阁无啥好，小可爱落雨。这个四卡都的这个场面啊，四卡都，真的，这男性女是四卡都啊，非常的紧急啊。好了，我们投完票之后，我们去街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因为你的这个那么棒的证件，然后投给你。嗯，好，有信心啊。OK， 啊你出去然后别讲哦，不要那么乱比，我们 OK 哦，手不要那么乱比，站也不要比哦，不要乱比哦。哎，跟我聊一下，要小心，要小心哦。好，出发，我们那个什么国小。光明国小，光明国小啊，对，给给给给，
请问你要投谁？艾米妈妈。谢谢，谢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投艾米妈妈？为什么？你要投谁？哎，你们很热闹嘞，是不是很多人呢？我第一次看到开票所门口国强门口那边给我摆摊，卖那个什么炸鸟蛋，对，然后炸鱼丸啊，鱼串我都想吃。而且你们其他的这个里长候选有压力哦，他们全部站在门口，早安，莫名的压力嘞。对啊，你就看到他跟你说早安，其他三位都在那边说早安嘞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问一下哈，我们就请那个投完票的男星李明出来，然后问他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证件，然后有没有投。如果看过，哎，为什么没投？还是为什么有投？给你们个理由。好，对，好，来，交给你们了。好，刚刚一路上都跟嘎哥打招呼啊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来选的话，应该是躺着选。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你不要来。是男星里的李明吗？是，我是。是，我是郑心里。对。我是南昌里，不是。是啊。对。男星里对。对对对。对。是。对。南昌里。是是。对是。对是。想请问你投票前有看过选举公报吗？有。看市长的。哦，只有看市长的选举公报。里长看面相。里长看面相。有。没有。没有看过选举公报。有。哎，没有哎。没有看过。有。有稍微看过。有。有。会，因为我发现不止我们这一个里的，然后还有其他。哪里的也蛮有趣的，有有，昨天看过了，看得很仔细，非常仔细。有啊，全部都看过啊。有有的有注意到我们三号候选人，要盖迪士尼的那一位。对对对对他的我有看过，很梦幻啊。哎，没有。我觉得他这次提的证件在我们以往的选举里面，应该说比较新颖，然后比较有说服力。在当地选民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会去多加考虑，然后可能会给他一些投票的机会。你没有注意看？有看过，很有名。我跟我先生说，万一他真的选上的话，我不知道哪一条是他可以实现的。证件蛮厉害的。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想要吸一个话题吧，就是觉得说蛮逗趣的。没有，除了包包那一个迪士尼，真的进得来吗？啼笑皆非。我边看边笑，根本就是来乱的。我觉得还好了。瞎，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会遇到那些来出来拜票的里长，我都喜欢问问题，我喜欢亲自，因为我觉得证件是一回事，做到一回事，他要去了解里面的需求，那比较重要的一回事。证件有点不切实际，天方夜谭。谢谢，不切实际，谢谢。为里面好的正常证件。大家都成年人了，不应该提这种不正常的证件在公开场合上，我认为不是很得体啊。了解了解，好，谢谢。那想询问你有投票给他吗？我其实有点想哎，可是我最后还是没有。没有投的原因，因为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盖迪士尼啊。如果我是妈妈，应该会。我已经投他了。他的证件觉得不错，但是以真实面来讲，如果真的当选，我觉得。成真率不高啦，有难度，所以考量后我还是选择比较就是会达成的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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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当然是没有。我有投给他，他的答案有符合我要的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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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男星嘉玲，守护嘉玲，我们在外面不敢乱喊的，既然嘉玲可以喊，街访完之后就非常有信心了。我们大概抓了15位的民众，就是李明，列李明未来的。真的是李明哦。两个投他了。哇哦！还真的抓到两个。哦，我们没有影响选举啊，梦过律师哦，我们离投开派出所距离一个200公尺以上，很远哦。大家知道你们是谁吗？有人认出来。OK 啊，反正我就很成功，很成功，很成功啊！因为这个证件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人在看。有吸引到。对啊，你骂也好，还是说你就不切实际、天方夜谭都好，至少大家有认真看这个里长的证件是什么。有看到了。对啊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非常紧张。紧张？你要说很轻松啊。很轻松。对啊，昨天睡得好吗？昨天睡得很安稳，最后一里路了，今天要终于要开票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交给选民做决定了。对对对，交给选民，谢谢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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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我刚刚看电视，所有的候选人都这样回答。啊，今天就不能讲啊，怎么讲这些啊？睡得好不好？所有的记者都问他说：“你睡得好不好？”今天天气不错啊，大家会投票，要不然讲什么？
四点就开始开票了，一起看开票。对，我们就一起去投开票。而且等一下时间拿出来，洪嘉玲一票，非常好的机会啊！好，我们期待一下，待会四点开票，我们投开票所见 ，Let's go。先这边恭喜一下，恭喜恭喜我们的准里长，紧张吗？谢谢。现在时间四点啊，人生还没来看过拍票，很酷啦！等一下红加了一票，他是来监票的，我们在监票，不要给我乱开啊！是啊，三号就三号，不要那么乱来啊！没错，是可以进去拍的，是没有问题哦，我们就不要喧哗就好。就我们在外面喧哗，只是进去拍画面。对对对。洪嘉玲说，他刚投票的时候都不敢看现任里长，在门口遇到都不敢正眼对啊！说里长都在门口。我说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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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还大牌还没来，大牌唯一不来的是他嘞，刷脸对了，你红对了，四点了结束了，可以进去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好啊。准备要开票了，好紧张，我想尿尿。不用开玩笑，我们都没在关心市长怎样，无所谓，我们关心里长而已。我们现在要开的是里长，里长的票本是密封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封哈。一号谢家秀一票，四号江慧珍一票，四号江慧珍一票，三号洪嘉玲一票，三号洪嘉玲一票，二号周武德一票，二号周武德一票，三号洪嘉玲一票，又有差距很小哦，现在大概30-3，我们还在可追的范围。四号张惠珍一票，三号洪嘉玲一票，五号洪嘉玲一票，都你没看了，看了。三号洪嘉玲一票。哎，你这样瞄，每次你的票开出来，大家都惊喜，大家为你开心，大家为你开心。三号黄嘉玲一票，三号黄嘉玲一票，连发，三号黄嘉玲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连九，一号谢嘉秀一票，九票，三号黄嘉玲一票。三号洪嘉玲一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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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票大票。我们票也开了差不多了，算是些微差距落败。我们一开始本来还小有领先互咬的一个状况，但后来持续被拉开，对，因为毕竟他也是现任里长嘛，跟这个前任里长的对决厮杀，对对，然后又有这个现任里长的总干事跳出来自己参选，然后又加上我们新兴的这个候选人，算是戏卡都也是非常的激烈了，最后算是非常的些微的差距，因为现在还没开完，还没开完，大概落在可能是坐四，好，然后望三抢二，然后我们攻一的那个局面。哦，我们现在是力保殿军呐，殿军，算是这个南坎区的这个南兴里的殿军。是的，万一不幸落败，我们再来，我们卷剩下是卷土重来，四年后再来。对对，而且旁边的那些阿伯啊，替我非常开心。对啊，他开出一个洪嘉玲，所有的阿伯都这样，像自己还要看自己的女儿这样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哈，我们这次哈佛工作室哦共同推出的这个洪嘉玲候选人，我们参加了桃园市南芦竹区，芦竹区南崁的这个南兴里的里长，最后的票数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嘉玲。首先感谢有投予我肯定我的南兴里里民，而
真正足可惜，差一寡就会当为大家服务。嘛，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乡亲士大，尤其是我的翁婿甲我的查某囝。虽然无选调，但是刷落来这四冬，我嘛会继续做好在野的干道教士，继续守护咱乡里的黎明。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回来为大家服务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Amy 妈妈，万事 OK。Amy 妈妈，万事 OK。加油啦，嘉玲！你很努力，真的，你很努力了。你很努力，好啦，给那个拥抱啦，很棒，你很棒、啊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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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机会啦，下次再。你很努力，真的。没关系，嘉玲，你还年轻。对啊，你还年轻啊。我们还有下一次。好啊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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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次没选上而已啊。对啊。再选第二次啊，对不对？你很棒，嘉玲很棒，你最棒，嘉玲没有输。嘉玲不要哭。爱你哦。爱你哦，今天晚上可以吧？嗯，啊，那要，